你们好，我是花田。啊哈，偷偷告诉你，这种威化饼干既是美食，又是神奇的解压玩具哦。打开之后，浓浓的香味就迎面扑来啦。准备一份洁白的无硼砂的泥，今天我们准备用这一包饼干来洗泥。哇哦，可怜的小饼干要下去洗澡啦。你看这块饼干像不像裹了牛奶果酱？应该说很像裹上芝士哦，虽然是白色的。酥酥脆脆的，好了，几乎满满的一整份全部都是饼干了，味道还挺香的，看起来像不像一块奶酪？你们猜它能不能储存到明天呢？那就到这里咯，拜拜。